2018年大吉，九大生肖，贵人运，正财运，偏财运。今天是林凤娇64岁的生日，一直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林凤娇，难得的引起了轰动。原因是儿子房祖名晒出了和林凤娇年轻时的合影，给林凤娇庆祝生日。这也是房祖名时隔3年之后首次公开发声，同时房祖名也宣布自己导的第一部戏《北京朝九晚五》正式杀青，也是献给林凤娇的一份礼物。北京朝九晚五讲述的是一群在北京奋斗的年轻人的故事，房祖名大有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的感觉。据悉，这次成龙也会为这部戏出力参演。作为成龙背后的女人，林凤娇一直把家里照顾得很好，生下房祖名之后一直隐退在美国带孩子，让成龙拍戏没有后顾之忧。看到林凤娇年轻时候的照片，也是可甜美可妩媚，当年也是和林青霞齐名的美女。至于最后成龙选择林凤娇的原因，成龙也曾透露，林凤娇能和自己的兄弟们打成一片，不扭捏，很有大嫂的范儿。如今已经64岁的林凤娇就是很普通的人，戴上眼镜之后都说和成龙越来越有夫妻相了。现在林凤娇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房祖名能够阳光生活吧。